大口吃。不会，你吸大口一点，然后憋气憋长一点，很棒哦。音乐。我们的。你好香。我这边等到了你来了。嗯，谢谢。对啊，是你帮忙的。好，很棒哦。那先练习一次，你等一下鼻子吸进去，然后把气憋起来，对，吸大口一点，好，因为你刚刚都，然后就马上用力，那这样你吸的气就不够，啊，你用力用的不错，好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等一下趁你就是开始痛的时候，鼻子吸进去吸长一点，那你憋气才能憋久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可是憋久它不会那什么？不会，你憋久才能用力用。不会，所以你吸大口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氧气就没有多啊，所以我们要叫你先吸大口气啊。那你短暂的呼吸，那吸气的氧气才上来，那个笑容就反而少，懂吗？你会不累？不会。这个小意思。他比人家比我还累。他还能笑？哎，可是你是先来我们这边，后来才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是上了你的课才知道你要弄，所以我就很怕他二月之前生啊。我一直跟他讲说一定要等到二月，所以他有孝顺哦。有听吗？那加油啊！妈很棒哦。对，好棒哦。我已经出来大概三分之一了，快加油，继续，不要扭，不要扭，加油，很重要，快点，对，哦，快三分之一了，快三分之一了，来继续，再来，再点，再点，再点，快出来了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出来，可以出来，这次可以出来，来加油，快，你快成功了，来，快成功了，来，再次，再次，再次，快点。哇，妈妈好棒哦！那些东西拿过来，拿过来。那你要不要再换个手？不用不用，接过来。妈好辛苦哦，好棒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